我一起，只要活得久，就没有什么看不到的。TFBOYS 今日官宣同台了。以微博之力让世界更三人自2018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同时出现，让他们频频陷入解散传闻。如今三人同台，谣言自然不攻自破。TFBOYS 是同龄人的单纯和善良，又有着超越年龄的执着，他们是正能量影响力的实力担当。TFBOYS 成团至今，积累了无数粉丝的喜爱。Okay. 三人之间更是默契十足，综艺感满满的。接下来就一起欣赏一下三人综艺名场面吧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真的很简单。好，来来来，开始啊！七个字，七个字，我说，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啊！再来一个，你瞅啥？要打架？瞅你咋地呀？瞅你咋地呀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瞅啥？千里眼。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你。第一个字，你。瞅。瞅，你瞅，你瞅。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。哇，跪这么多。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七个字，两个字，你瞅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对，两个字，你瞅。什么？你丑，你丑，丑啊，丑 ，you ugly， 你丑，你啊，你丑，丑，你丑，你丑啊，你我你继续说，你丑，我就知道你丑，就你丑，他骂我，你丑，他一转过来就这样，哎，你丑，然后他转过来，你丑，我怎么知道他说什么呀？俩字儿。俩字后面的字我不知道，就俩字，你丑，你记住你丑。什么？两个字，你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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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 ，OK 了，就两个字，就两个字。两个字。你丑，我丑，不是你丑，你丑，对吗？你丑，你丑，我丑，你丑，你丑。倩倩听到了什么？我们的 vivo X 九，我觉得不光是自拍好啊，听音乐也是超赞。不要对着我说，你听到了什么？哎。你丑，我这个我一个一个问过去，是不是有点自取其辱的感觉？听到了什么？你丑，听到了什么？你丑，听到了什么？你听我好好讲，涛哥。嗯，这样的，我给大家还原一下，我跟他转过来说，你丑，你丑。然后对着我打我一下，你丑，哇，什么意思啊？骂我还打我，上个节目容易吗？很心酸的。涛哥，你丑。告诉他们正确答案，告诉他们我不丑。你丑啥？丑你咋地？啊？没说几个字啊，他就说两个字，我一来就说，我说七个字，他说啊、我说我给你表演一下，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他说你瞅，你瞅，不是你想你想是这样，你听我讲啊，七个字为什么七个字？你瞅，你瞅，四个字了吧？你瞅，瞅，哎，非常好。我觉得我们出了一个这个题目，让他们内部产生了这样剧烈的分歧，完全没有默契。听到你丑就弹起来了，而且七个字变成了两个字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可是超哥两个字都对了。我们跑男团是很有默契的，你骂我，你丑，对你丑，谢谢你啊。我们是这样的，哎，你骂我是这样，哎，你丑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你丑，你也不漂亮，哎呀。